刚才，右手的食指啊，痛了几下子，我怎么看到安倍晋三了呢？看到安倍晋三呢，好像是他的遗像，是安倍晋三的遗像，是安倍晋三的遗像，安倍晋三去世以后，到了灵柩以后，才知道，很多的日本兵的亡灵呐、没有安息啊，找他呀，找他呀，找他呀，我也好几次努力的想找当年的安倍晋三首相在世的时候，我想努力的找他，帮那个日本亡灵传话，但没有成功啊，没有成功啊，他现在，到了灵柩以后，遇到了那些日本亡灵以后，从那边才知道了，我一直在帮着安抚着，日本亡灵啊，日本兵的亡灵呢，和想办法想同日本政府联系啊。让那些盲点从中国回到日本，从中国回到日本了以后呢，中国也安宁，日本也安宁，但是实实在在，没有通路，没有成功，没成功，那些盲点呢，1945年，美国向日本投资两颗原子弹以后，日本天皇就宣布投降了，然后宣布投降以后，那些日本兵呢，他们就躲进了武汉的，湖北的，深山老林里边，因为那个在那个深山老林里边，那夏天嘛，下大雨啊，他们淋雨以后得了肺炎，后来在很长那移下来的时间里边。没有盐，也没有调味料，味觉就丧失了啊。等到那个夏天淋了雨，得了肺炎以后，好多日本兵也去世了。有些活着的呢，有活着的也有去世的啊。然后呢，有些活下来的呢，因为没有盐嘛，没有调味料，他们的味觉丧失了啊。也没有女人陪伴，也不产生精子了啊。后来这些人去世以后，他们的灵魂就附在武汉那边的人身上了，附在武汉那边的人身上以后，那武汉那边的人呢，就产生同样的症状，肺炎，味觉消失，男子无精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曾经看那个报道啊，得了武汉肺炎的人呢，后来，就是味觉消失，男子无精啊，实际上就是被日本亡灵附体的呀，日本亡灵附体的呀，实际上那个时候说病毒起的作用4%都不到，96%以上是日本亡灵引起的呀，当年呢，我知道这些事情以后。实际上我是在那个2012年我就发现了呀，这个事啊，在08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呀，我还跟日本天皇写了信，也知道了，曾经滞留在中国的那些日本方面，可惜啊，一直找不到通话联系啊。今天呢，刚才安倍晋三灵魂来找我了啊，告诉我，他已经得到这个消息了啊，得到这个消息了，可惜他也在阴间人间啊，想努力的把这个消息传到阳间来啊，想传到阳间来，传到阳间来这个痛苦就，传播途径呢实在，不通畅。实在不通畅，这个传播途径的啊，他意识到这个事情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传到阳间来，
包括那个原子弹爆炸以后放射性污染物飘到中国这样的事件，他明白了啊，都知道了啊，都知道了。可惜呀，可惜呀，他也在临界了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嗯。